晚没睡。半夜跑来桃机这边，好累啊！早上六点的飞机，你大家怎么这么没有精神啊？哦。OK，Thank you。好棒哦，可以坐到窗边，好幸运哦。海关申报表，如果你有携带，哇，彩虹哎，好彩虹。老板，你的班机开始往东京成田方向下降。日本的护国神犬，灰萨萨。好啦，我们坐这个特急，不知道在急什么的车，我们要去浅草。啊，这是有什么好喝的啊？哦，拍谁？拍谁？热度造访。阿萨库萨。对啊，日本遇到这种自动贩卖机都会失心疯的一只驼。来啊，日本这个必喝啊。是热的，是热的。卡哇伊，觉得要买日本当地的东西，应该要来他们的超级市场才对。可惜啦，禁止摄影。哇，这是雷门限定哎，这是酒，干酒。来到浅草，一定要来吃这个团子。干酒，来浅草必喝。你上次喝一次就爱上这一间店，你想怎样？哦，我。怎么了？那是酒啊。店员说要有礼貌，不可以边走边喝，喝完才可以走。欢迎光临。走到哪吃到哪，一直吃。这就是台湾正鸡排，我这如果换算台币，一块要100多块呢。哦，猫头鹰，但他们的铁门就算没有营业，也会彩绘得很漂亮。台湾的大概会写“请勿停车”，营业时间早上7点。看这个猫咪造型的，啊，它本尊在这里。好，脚抬起来。浅草是那个签很灵验哦，我去年抽的签真的超准的，专业。哦，好温暖哦。这个香好像没有拿上去那边拜，好像就是在这边点个香意思一下这样。神清气爽，精神百倍，全身香香。日本的香灰袋啊，我灰色蛮好看的，不过要200多块。鞠躬两下。这个抽签师一次100块哦。没，哪里过来？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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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只22，12，见什么浓云散？哦，应该是很好的意思。看什么月在明？哦，这看起来又更好了。逢春华什么秀？火秀。雨过竹重新，我看起来都很好呢，我很好的签呢。好，有名的。是 A 呀，不一样呢。
哦哦，我这只厉害。急使出金龙狗光华得在外，所求终极力从日到前程。哇，我们两个都是很棒的签，觉得不错，都是很赞的签哎。急急抽到不好的签，我们就要把它绑在庙这边。好，把不好的留在这边。伊藤园，这是那个绿茶的店哎，这里可以试喝。Thank you。冰的啦，酷的。足寒的，你这寒个连冰的。里面装什么没有关系，你只要它这个盒子。来到日本，每次只要看到自动贩卖机，都会想要投。哦，这是烧的，靠腰。这是烧的，这是冰的。哇，日本的樱花，就这一小撮而已。现在是在干嘛？你看人家日本的选举，人家规定只能放在这里，不可以乱插旗子。如果是台湾，这每面墙都有他们的头。乱插旗，乱七八糟。动算动算，继续投，每个人看到这个放飞机都会忍不住。我靠，是皮卡丘的，可是他饮料没有任何皮卡丘。哦，すごい！哇，这是街道会处处发生惊喜，这都是干嘛？而且每一颗都好大颗哦。靠，知道台湾早要被打光了。离开了闹区，来到这个秘境金布神社。我说这是猫的神社，招财猫的发源地。招财猫的发源地在这边哎，好可爱哦！招财猫的发源地。打麻将赢钱，这是猫神社，真的有猫哎！黄昏继续卖哎、欸，靠杯卖差啦，乌鸦很多哎。黄昏继续在这边漫游哦，逛逛没有观光客的地方很舒服。但那乌鸦真的很多只哎，好舒服哦，宁静。